完了得排队，你再过一会儿你看来排队，那我都叫丧尸了，完了有事儿。你经常来吃他的吗？嗯，差不多，基本上一星期来一次。那味道如何？那味道可以，蛮好吃的，那味儿不腻，味儿不腻，确实好吃。哦，香，非常不腻哈。对，他们在鱼楼都钓鱼的，来都是吃，都点名的叫上来来弄。今天搞大一份才多嘞，一份。想这一块肉多少钱？18块钱。18块钱一个。这一块有多重啊？有半斤吧。海带。这个是海带。还有个素鸡。素鸡。素鸡啊。对，这个是冬瓜。冬瓜。咱喝的从这边儿，要一个肉，然后瘦点的。微信收款92元。来，92的钱，赶紧来。现在开始上午了11点，快吃饭了。还有吗？一碗米25。25一块米。带上鱼。一会儿多少了？2块钱。我要2份米。23。还有干豆角，我要1份。62来2份。62来2份。微信收款62元。好，微信收款2元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咱一起，几碗米？这儿一共有16盆砂锅煮的把子肉。啊，你是外地的，慕名而来的，吃了味道怎样？好吃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是哪地人呢？哪地方那边？丹东，很好，很好啊，比传说当中的还好。你传说当中还好？看那济南的人那么多。这个太烂了，倒都倒不起来，除了红烧肉。这是我要了一份八字肉，这个八字肉是18一块，是纯五花肉做的，又肥又瘦。我挑了这一块是最瘦的，看出也不是可瘦。啊，尝尝啊。他这儿又卤了各种小菜儿，每份都是5块钱一份。八字肉的高汤卤出来的，味儿特别不一般，非常好。八字肉吃到嘴里特别烂，全是肥，但是肥而不腻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他这个大米饭是2块钱一份，就是说2块钱一份管饱，限量的吃。而且这个咸菜和面汤都是免费送的。米饭浇上这个八字肉汁儿，特别好吃。1个3米，1.06，我充你一下，93，来，让一下。